PWE 8大面积涂胶器，它在使用完以后、哦、要记得要把它打开，打开等它里面干。我们看这个已经干，已经放了一阵子了，就是其实放了两三天，等它干之后，你看放了两三天干之后，你就可以这样子整片这样撕下来，把这个残胶残留在 PWE 8上的残胶给拔下来，拔下来之后，它就可以在下次就可以再重复使用。我们来看，它这样子。那拔起来之后，它就可以在下次就可以再使用，跟新的一样。这样，因为它本身材质是不粘胶的。如果这个缝里面可以拿笔或什么戳一下，它也可以把它清得很干净。那其他地方这样子，再卡上这样就可以重复使用。